相爱的人。你唱了一首应该的歌，但是完全无应该的味。你如果你那是评审，你认为讲这边安那评？我会觉得蛮矛盾的，因为，其实这个过程我们会有很多学习的样板，但是有时阵安尼做嘛唔对，啊用家己的想法做前面嘛无啥对。好，那我即马甲你讲吼，因为你是一个足刁滴的人，你想过刁滴，所以你唱歌嘛足刁滴的，你没办法活用你所有的技巧。在某些歌上面呢，好好的运作。譬如讲这首歌，迄个啊，哦啊个个上尾一句，它是很好展现技巧的地方，伊嘛是这首音乐当中最重要的所在。但是你拢是平平好过，是因为第一安全没噪音，第二就是讲你只要平整的让它过去很多音，不要转音的话，好像就没事了。其实你是跳过人过，所以这首歌才会无音乐的味道。那所以我会建议你说，你要自我挑战。其实一首歌你会当唱出你家己的本色，你明明都有功夫，你功夫不爱提出来，你功夫甲唱嘞，啊，好一边安鬼的话，你这样子怎么加分数呢？你这样怎么得分呢？所以你要勇于挑战，说我甘愿哦，出席我就是要底下挑战讲，即一段音段完世界，我要唱哦真完整，嘿，安尼就是我对这首歌的尊重，甲一种挑战的。诶，迄个态度，你的态度，互阮一看，阮会感动。哦，这就是等于你的分数。所以我感觉，我会建议你讲，阿伯莫遮惊吓，就是惊惊袂着顶。你敢若安尼畏畏缩缩的平安唱得好，我觉得太可惜。哦，无采你今日这样问。钟颖，你刚才是不是讲了一句说，你已经不知道要听谁的？我告诉你，问题在哪里？其实你们来比赛哦，最重要的是要超越你们平常的能力。啊、所以标准要定高一点，比如说这首歌，你既然是告诉大家这是演歌哦，你就把它听到熟、哦。你要想说，人家最精这个版本最厉害的版本是怎么唱的？比如说“我为你为你目眶红啊”，这句这是演歌最经典的地方，你居然就把它手脚把它断掉，让它一点都没有像演歌。